尤其是胖西瘦的好厉害哦，长得摆得不得了。哎呀，感谢大家，谢谢大家这么辛苦到这儿来观看我们的演出。这几天大家不知道，现在是眼看着就要到清明节了，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，借问酒家何处有，牧童遥指杏花村。什么意思啊？每到这个时候啊，凡是要有家里有点过去的故人都要去上坟，现在每次上坟呢都喜欢扎堆儿。怎么扎堆儿呢？都是捡这个礼拜天礼拜六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孩子有的要上班，没办法都要一块儿那个时候去。一去了以后呢，都自己开私家车。现在几乎每个家庭都有私家车，一开那个私家车啊就麻烦了。为什么？全堵在那个路上，有时候经常堵到什么程度，就看着那个坟在那边了就过不去。来，一步之遥，你把早死过不去，妈回去回不去，那后面堵到前面滴滴动一动。哎，前面你喊哪个？喊你动一下子，我昨天晚上就在一边了，你叫我往哪边动啊？排队。哎，你妈不能急了。哎，怎么办呢？这样子妈恐怕夜里头要上坟了。我跟你说，天黑天黑。哎，你们几个人天黑去哈喝吧，带那一车人也讲的，那肯定喝吧。哎，喝吧也要做好思想准备。哎的，肯定就是像这样这种速度到那边就是夜里头了。哎的，那这样子你在车上慢慢慢慢跟着前面恨，我们几个走过去算了，我们现在走过去，万一到了以后到时候我们这边等你。那行啊，你们去几个，你慢慢看，不要叫，嘟，几个人等着走，这样。哎呀，你妈一个都死不能赶上去嘛！妈都得饿死了，妈或者让死人搞的，你妈的，啊，不像个样子，你妈。正讲着呢，那几个回来了，回来个蹦哥一上车，哎，想办法掉个头回去了。怎么上？上晚了，直接扫过了，然后又什么话一掀过，又放鞭炮了。那我家老子里面我还没得去过呢，没得关系，你要想去肯定是夜里头去了，夜里头去不是很人吗？这我们带你家老子那个那弄手机拍下来了，你就在车上，你哎，那你就在那边上个坟算了。那你从那讲讲话哭也行，这不是也行。那行，我晕两下。哥，你爸还有这种方式？老子，我跟你讲，不是我不去，我太堵了呀，啥？我跟两人在这边呢，我们微信上面交流。实在是，那夜里头去确实有点吓人，是吧？但是我，滚你妈！你碰的是哪家的？这个不是我家老子的，啊？不是姓赵吗？姓赵后面两个字不对啊，我讲不对吧？里面哎呀，非要就是，那这个呢？不是的，你把你们拍了多少张？你在人家坟堆儿已经全都拍来了，怕你认不识，哎呀，我们这扫的，哎呀，全部都扫过来了，说还有什么二维码可以扫的。怎么弄呢？哎呀，算了，这不是都姓赵吗？你这喊两嗓子算了，去不了了，回家了。
八杯桶没力量，老子今天跟俺攀登，你们也不许走。夜里头我们就在那边呢宿营了，我跟你讲。你看看，这就是清明时节扫墓啊，希望千万不要扎堆。